沙拉破周边平价美食分享。嗨，栗子小伙伴，今天要分享的是沙拉破周边美食三井食房。雪花妞泡菜意面100元，泡菜是金妈妈的海式泡菜，意面来自台南，久泡也不易烂。浮夸海鲜乌龙面155元，西堡龙骨汤汁的面条搭配上4样海鲜、5样配料，分量超足，料好多。蛋酥白菜卤40元，这种传统菜色已经不多见了耶。另外酸菜还可以自取哦。今天要来一份痛风冬食鲜客卤肉盖饭，还是浮夸海鲜乌龙面呢？各式餐点价格都很实在哦。你也喜欢这种平价特色美食吗？这家就在拉拉铺旁边哦。菜单给大家参考哦。如果喜欢我的介绍，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栗子小伙伴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